点荧光闪烁，美不胜收的画面总是吸引人群观赏。时序进入四月，正值萤火虫繁殖期，也是最好的赏萤季节。我觉得很好玩。喜欢自然生态的朋友，深入萤火虫栖息地，了解生态习性和各种萤火虫发光频率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就是我们台湾有这么棒的地方。这样。萤火虫是生态环境的一大指标，只有在水质干净、没有污染的地方才能存活。观赏萤火虫，不使用手电筒，不开闪光灯拍照，也不大声喧哗，才不会扼杀萤火虫的生存权利。大爱新闻南投综合报道。国际新闻现在。